收获分红24万，24万精英挑战十五分零钟，九，那太十分钟也太难了吧？对啊，那好难哦，没有惊动人啊，没有，我们没有惊动哦，没有惊动哦，对啊，所以那不是国安局，不是国安局会比那五分钟到底要怎么？国安局会比那个更恐怖啊！哎，为什么我的钱还是48？你们上你上没有第一次啦？哦，都是菜渣啦，关我什么事？啊？你没有怎样？我也想要赚150万啊！我不知道那100万是怎么弄的啊。因为你第一次玩。第一次玩什么？第一次玩就过啊。第一次玩就过，什么意思啊？因为你是第一次破啊，照主线破的吧？不懂。哦，我的就没有。不懂。就从头到尾啦，这样子。只好买鲨鱼卡了。就是、你是顺着解下来，但是我中间有帮你解最后一个。不是吧？我中间有帮别人解啊。最后一张呢？不，我觉得赶快跑！等一下，我要先。我才不会炸你们嘞！你们可以这样想。我要存钱哦，你敢炸试试看？有人要去看我的车，有人想回我家看我的车。我看不到，我看不到了，我看不到那个啦画面。那你当时就是炸人呐、啊！哇，阿爸。好。其实我们可以扣全扣了。阿爸，为什么不让我按？谁要扣全扣？那扣你扣全扣。开关、啊！哇，等一下，我扣这通是我扣的、啊。那你们过去扣别通，我过去啊。你挂掉扣啊！啊！我在开车。哎呦喂呀！我要去买东西。这一代不能在热狗摊买热狗，为什么？依序进行才有。你是不是、这个、白痴想打我？你是不是依序进行？你是不是中途有解别的？就是我中途就是帮你解啊，不是那个依序的意思，依序进行是说，你可能第三章的准备任务不是按照一二三四五，我全部都是照着解的，而且我上次是一次一口气解到第四章。I don't know。而且不是照着他解的话，为什么莱斯特我都是以莱斯特打给我为主来的？不是，那怎么准备任务也要依序进行这样？有啊，都是依序进行呢、啊。那I don't know了啦。哦，你要抱怨啊！我唔知有奖励啦，因为差很多啊。是没错，这个是桑托劳，没有错。差那么多，结果没有赚到。我要开全扣喽！噔噔噔噔噔噔。我的车都在这里。首先。波台啊，可是他还是波智啊，波智啊吧，是波智啊还没改满，然后桑托劳本职 FX 银行出来的动画就有国安局哦，那是成就什么的成就？库鲁玛啊啊，我们再库鲁玛，然后再来是点半，然后。钢骨灵车，我现在有300万。你现在有300万？哇、嗯，那还神！废话，我想要存到很多钱呢、啊。硬饭离开了。硬饭。硬饭去哪了？在他离开以前鞭死他。不对不对，我不知道开样子，我要去改一个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我是点到改车、啊？改个波台、啊。跟我没有要改车、啊，我是要去这里。杀了硬饭没钱拿，好无。要同一批人解完全部，什么意思？繁星，你的任务解到哪里？我的任务，啊、你的第二章都还没解。干嘛？你心动了？不是啊，我说所以是繁星，因为没有解完的问题。不是吧？那我可怜。我不知道啊，有人说要同一批人解完全部啊。奶绿他都跳着解，是跟路人跳着解。对啊，他是解别人的，我也会跳着跟你们解啊。有人说有要同一批人解完全部，那个我记得是1000多万，我们是同一批人、啊，那是中心，那是中心不二，那个是1000多万的哎、欸、任务，那是中心不二。我是说这一张我们从头到尾都是一样的人，哦对啊，这一张都是一样的、啊，对啊，这一张我们都没有换过人、欸。改车好，改车好，改中商店。不是这张吧？它的依序进行是从第一章开始的第一个准备任务，一直到第五个的第五个。
依序进行。所以依序进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从第一章的第一个，我是啊，解到那个，然后中途没有开过，没有重开，或者是那个。Can you speak English? Maybe. Yeah. Maybe not. 我是。Sometimes. 依序啊。嗯。今天累的就先休息吧。所以依序进行到底是什么意思 ？I don't know。要一到四章。为什么观众都有各种不一样的答案 ？What's wrong with her now？ 忘不沾呀。中途不能参加其他人抢劫，我中途没有参加别人的啊。可是我中途有哎。保险杆。需要保险杆吗？不用。感觉不能相信观众说的。排气管。哦，有颜色的，好，就这个。包括当队员都，我就没有啊，没有解过啊。从全服开始到太平洋，全部一样的人，怎么可能？那个谁，蔡渣他也没有都一样的人啊。他们讲的那个就是10000万的任务啦，奖励10000万吧。我说的是那个什么依序那个啊。对啊，我知道。如果说依序进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那种呢？这我也不清楚。依序完成全部无从抢劫，包括喷漆抢劫准备就可以获得100万元的奖励。有 bug， 各种答案真的是。雾面亮金属，经典。沙棕色。方会。铬合金经典，金属。东征不二跟依序进行都是100万哎、欸。哦。我都是依序进行啊，我从来没有自己，我是因为最后一张没有，全部都是依序进行、啊，我都是等莱斯特打给我。唉，觉得难过。不要难过。亮金属。坐好。嗯。坐好，我的伤脱了，不是啊，我的从全服开始，中途两人都不行解其他人就不是吼、欸，他听不懂啊、哦，算了，不要问观众了，问到恼羞，那你懂的，因为答案太多了，然后每个人说啊，你就不许弄，你自己白痴，自己拿不到，我敢，有点攻杀，沙棕色好像不错看。10000万的是犯罪首脑，那个忠贞不二也是100万。10000万是困难模式，从一开始到最后都不能死。哦，嗯，用亮面好了。亮金属，五叶子亮金属。哦，火山橘红，提高火山橘红不错看诶。解依序的时候不能再参与别人抢，就没有参加哦。问到恼羞、欸，可能你有参加我的、喔，是这样吗？是哈，就是你的，可是你的也是照那个来的耶。I don't know。而且依序的不是那一张就好吗？没有啊，一到五张全部啊，怎么可能只有那一张全部就全？那你不是中间有参加别人的？对呀、啊，这我也不知道、欸。对啊，所以我也不知道亮紫红怎么会是这个颜色啊？这是蓝色嘞。看答案，各种乐趣，简易度有调整，哟、全部都是困难，而且这跟依序进行没有关系。浅蓝，啊，算了，没拿到，没拿到算了。你有300多万呢、啊，就算了吧，已经够多了、哦。还想继续存啊？我也想买飞机啊。葡萄紫红啊、哦，我已经有一台颜色是葡萄紫红。我不想要买了飞机就没钱了。这一台要用什么颜色？青柠檬绿。不是，不用贴那个给我啊。苍霜白。我是依序进行啊，不然为什么我那个莱斯特最后还是有打给我那个啊？五叶子太说谢谢你之类的。想弄个浅色的。嗯。这种声音也太好笑。
成就可以再解啊、哦，成就又要从头开始解啦、啊，这样还要100万哎、欸。哦，我要被射悬赏了。肤色掉，亮金属。多少？什么烂的车捏？哦，7000！哇！杀了他！这不杀过那个、啊、过意不去啊！我现在身上没有。吃。我只好回家看电视了。这好像忍者龟哦，怎么那么像啊？忍者龟，骷髅马，你把颜色调一下，如果调绿色的话，超像忍者龟的。黑色哦，配个深蓝好了，浅蓝配深蓝。深蓝这样吗？银河蓝、深蓝色，好了，随便了。安妮，没有珠光啊、喔？帮会标记，不要，我们的帮会标记竟然没有。这台卖9000块，我要去卖车。侧裙，你怎么知道9000块？别人讲的，观众讲的。扰流板当然要啊。哇，有超大的扰流板哎、欸，你们有用这个吗？那超丑，糟了。糟了，糟了是什么？差点买下去，超丑、喔，真的有一点怪怪的。那我用第二型碳，要碳纤维衣，要失去它的价值了，受伤了。哦，变速箱，涡轮，车轮哦、喔，车轮已经自己防弹了，对不对？防弹啊。但是磨胎还是会坏掉，磨胎还是会坏掉。一直烧胎，一直烧胎，好像还是会烧坏。真的假的、啊？我忘记上次谁把骷髅马轮胎烧坏。不适合铬合金。哎、欸，这好帅哦、喔！看一下卖多少哈？379出售哦，他这个9000哎，这台叫什么？可是你悠游行者，可是你然后是一台休旅车，你一个人就7000嘞、欸。等一下，那你们先等我存个钱，拜托。我说真的啦。好啦好啦。我听到车子的声音了。那、啊、你怎么在那么近的地方？不是啊，拜托，我要存钱了，我要存钱了。存完了没？存完了。存完了，确定。嗯。觉得难过。不要难过，7000块。觉得难过。哎、欸，这一台不是那个吗？我们拍照任务的那一台。嗯，它没有图案。进去。哎、欸，不要让我这样子啊！我在躲警察、啊。我说你进去啊！我要进去。先解了第四章。暗夜死机。找统计资料，奖章。什么？我这样才900块，我踏远开过来。抢劫任务。哎、欸，蓝色烧胎？不是。那是什么？是。依序进行没有、欸？哎，完全没有。电子蓝。我的依序进行是空的耶，完全没有完成哎、欸。所以代表你在中间的时候就已经换掉了。怎么会？老子，你说为什么现在只有我？现在其他人是在楼滑楼吗？啊？上线看一下。完整参与，整每日都要看到一个正面才行。赚取额外现金奖励，依序完成一共5场，包含所有抢劫准备与最终阶段。为什么我没有跳过啊？嗯，对、欸。这是什么？还是这条路啊？完成最终抢劫行动，为什么我是没有完成的、啊？中间重置归零，什么会归零？所以我们上一次没有解完，下一次再解是那个啊、喔？不知道哎、欸。重置了啊、喔。不知道哎、欸，你一定要在我这一次上线全解完，是不是？
换了车轮要重买轮防弹轮胎，真的假的？过来矿买姐，啊，我就我剩一万块、欸，你剩一万块？对啊。为什么？改车啊。你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改车？大改骷髅马。为什么我不能花那么多钱改车？因为才刚赚完钱，你就花了一堆钱改车。没关系啊，再抢劫就有了。每次抢抢太平洋，每次都有30万。哎、欸，黄霸天哈巴尼路不是那个谁要的吗？西门啊，你偷到了。哎呀，他这次不是要哎、欸，有谁是要这台的？过来跟我汇合。哎、欸，我看一下、啊我。我抢到这台，我抢到这台。你在哪？耶、yeah, ，我去找你。骗我，防弹轮胎有啦、啊。有啊，防弹啊，但是一直烧胎好像还是会坏掉。嘿，忘记是谁哈？上次把自己的轮胎烧坏。来了，来，这台给你。耶！等等，防御性能我是不是没有改？还是防御性能已经满？算了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我的人会卡住啊？我也卡住嘞。为什么、啊？就不动哎、欸。来，连线问题吧。刚刚我们两个换一下车就变这样。我因为这、那个绝品位是 XS， 是不是卖也很贵啊 ？I don't know。我本来那时候有，可是我现在不能卖车啊，我刚卖过一台。啊，来找西门要的车啊，就是你。我觉得你就是一连啊 ，no， 他跑掉了。怎么了？这一台啊？哎呀，抢完了，现在要干嘛嘞？我是觉得那就是一连西门要的车的感觉。你看你的每日是什么？我上楼看一下好了。撸啊撸，撸啊撸啊，嗯，撸啊撸啊撸。西门要什么？嗯，蹲追里追捕者，麦霸子半隐使者，欧斯洛 F 六二零，巨像爱国者。嗯？为什么我的聊天室有人在洗鳗鱼饭啊？一分钟以内，一分钟以内。没看过洗鳗鱼饭的，有趣。洗鳗鱼饭的，对啊，都在打鳗鱼。刚开始一场哎，哎、欸，停错车了。哇靠！有没有那么巧啊？又抢到一台黄霸天哈巴尼路。黄霸天哈巴尼路。哇，你好会抢。哦，我又抢到一台悠悠行者，这台9000谁啊？我卖过了。又有行者、啊，不用，你是要卖西门还是要卖车、啊？没有没有，这个是卖车，这是这台九千块。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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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不要，你不是剩一万块？你不是要改车吗？九千块而已，我的大目标是抢劫，你又被通气了。对啊，那你要不要？先不用。你到底要不要这台？你要不要卖？你卖啊！你刚刚那边没办法卖，我没办法卖，我刚卖掉一台哦。刚卖掉一台就没办法卖。9000，快点！你杀了他再卖掉18000。车子给我啊，我要卖啊。你杀掉再卖掉，车子给我、啊。就车子给我啊，有18000哦。我觉得难过。抢这台的那个都很贵耶。几万块？哎、欸，18000哎、欸，说行。叫悠游行者、啊。多谢黑几万倍。有流线型、啊。哇塞！哇塞！我抢到屌王。直接卖啊，出售。对啊。出售、啊。8615。对啊，因为有坏掉。那修理，再卖。修理再卖也是9000。9000，8615修理，哎靠。对啊。那。我又抢到一台，为什么？悠游行者有没有这么好抢啊？悠游行者有没有这么好抢？我的车在哪里、啊？我也是 X 有14000到17000啊，所以我刚刚抢这台真的是很贵的车哦。嗯，运动休旅车哦，长这样啊。先把它放我的那个哦 ，UB 起来嘛。对，先放起来。哇靠！你可以用那个啊，黑暗卖车法。我的车呢？ No！黑暗卖车法是啥？就可以无限卖车啊！是一直卖车，不受时间限制。对啊。那怎么？我叫你好的代志啦。我要去。安心火车了没啦？我刚刚撞到火车。
坏掉了，撞到火车，歪了歪了歪了，没关系，我还是要卖给他。自由公寓，为什么自由公寓只有有了？这里，哎、欸，在隔壁而已、哦，我还不太记得这个家在哪里。哎、欸，东西那么硬啊！差点撞到。这个东西应该这么硬的吗？啊？怎么停进去？你再把你的骷髅马停进那台车里面吗？被悬赏。